断的在变动。好，从日本时期到国民政府，现在价值？现在这边啊，你说这一栋还是？这栋，这栋，这栋现在没有价值，这是四五的。就是是那个国有财产区的，然后它是在托管，然后这边的话，你看，这个托管的部分的话，就是你看那个土地，日本建筑最重要的它的特色有很多啦，这边都还保持了它日本建筑的现有特色，除了屋顶之外，屋顶是怕它下一直把它，它就是本身已经坏掉之后呢，它就改成这个，否则的话它应该是像这样，黑瓦的，好，日本就是在日本来。在那个我们整个南港区哈，它沿着基隆河嘛，基隆河哈截弯取直的时候呢，损失最大的是南港当时候的砖窑厂的一些古址旧址就消失了，因为截弯取直嘛，就把那个有的变成河流区，给内湖那边是形成土地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形成，我们这边有很多是形成河流，然后所以呢那些砖窑的就都已经消失掉了。还不错，而且这边的话已经被指定为那个历史建筑了，应该去整理一下。对，历史建筑是不能动的。没有，历史建筑还可以动啊，古迹的话才是不能动，历史建筑还是可以动哦。好，但是它现在指定为历史建筑，那个但是在之前啊，里长有去要申请那个火化。对啊，就说你那个是三分，但是那目前啊，原先我这边的我那个到的消息是哈，当时候要。但是当时候是没有通过，但是最近的话，在说的那个资料里面的话，已经是那个历史建筑了。所以呢，将来会不会有在，因为只要是指定历史建筑啊，然后它的活化的部分，只要是它的那个管理单位，现在哪个托管的？好像是台铁的。所以其实这个地方蛮不错的，就前面这个在。然后如果因为这个里长，我们这边是星光里嘛，里长他其实已经有提出过了，然后也希望他这个后面就是他现在目前在努力的东西很多啊，那个星光子啊，在这边这个里长总里长是不错，其实南港20个女里长都不错，我这个局讲话有语气哈，对，但是不能只讲一个里长不错，我们20个女里长其实都蛮努力的，但是在星光里这边的地区啊相对也比较多。所以呢，他能做的事情呢，他也积极有在做这些事情。这边土司国画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实体的那个地图，然后还有前面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，从1号出口啊，4号出口。